大家好，我是超大，我又来了。这还是跟粉丝一起打了一场可可。看完记得点关注啊！如果你们想切磋一下的，可以私信联系我，好吧？交通移动的披萨送来。这个四栋啊，那个三栋肯定是跑不脱这个牌，是吧？这个七栋那个门子有点少，是吧？没得再改了。啊，这个牌怎么停了呼气筒？五楼八重，这个牌就只能改成那个样子，我也没得法。我是打少了个牌，我打成这个样子，我会保我吧。这些门子，这是他们占据的门子，是吧？肯定是有那么大的。转手五重交付。好，再看看第二盘了。西风北风的皮子发财的来子，我感觉双那个牌不是蛮好，是吧？也是个原来，大概就是七下那个。看到鱼，想到其他，摸个奶子，以后给一个希望，然后把自己打满。就说实话，那时候觉得自己打得蛮好的，楼上没有跟打个平下，左上是抹一个浆，舒舒服服的。这个盘子把虾就打成全球了，俺拿了八桶盐。吃完我还给你们吃饭，把你吃肥了吧？真是摸个钱。我去，我没胡过。好，再来看到第三盘了。二三条的皮是四条的。哎，我的是枪摸了手上那个针哈，是吧？转手来再摸哎，回来。因为我打牌我蛮烦，去找浆，找头蛮疼。总是不够的，我就想做一套，突然摸到门子了，再想改一套。这个牌就摸得蛮虚，不管是进哪一张，我都会开张。这转手十万五就摸回来了。好，来看到第四盘了。五楼湾的皮子七万的来。我提着做啥的，但是我看了，你怎么想到的？我的小花椒说，我现在从来起不到。
我说我提出来就开始做饭，跟他们谈，他说我卡了时间，你把人弄发呀。我还感觉吃大烧子去了，应该带点火锅打。他们面条都快放开，我就吹了。好，再来看第五盘。我个人觉得那盘打的蛮有意思。23万的皮，10万的来。如果皮子下个松两个，不是蛮过分吧？这个饭是没有抢到那个皮子呢。我一三楼皮挺多的吧？我那个牌我摸得上，那个山洞不出来，我大概率是不是没开包，就是我皮子。你亮出来给我，我给钱。我这里有一个。你我不管。我这个盘，我上来肯定是要对我严防死守的，对吧？所以我也懒这个碰，懒这个做了。那种八分想不要的，就是没有必要出来，还不如做皮子。我那个二十万就开三打不出来了。证明那个牌56就跳，不是7万，我那个考一样不会开，就跟那摸皮子考。我打牌很有点歪，也蛮僵的，就是那样打。哎呦，宝贝！没了。进了一票就出来，怎么就要合少7万？虽然说别个充的金了。